大家好，我是 Susan。 今天呢很开心收到了花友送给我的兰花，我们来看看我收到了什么礼物。这是一颗卡特兰，迷你的卡特兰，他说香味超级超级好闻。这个瓶子它那个颜色我确实也很喜欢，因为那个 purple color 的，而且这么多苗应该很快就会有花看了，再过段时间。还有这一颗是石斛兰，也算迷你的秋石斛，桃红色的颜色我也很喜欢，这个超级喜欢。这个是以前在他在那个我们这边的奥克兰的农民市场买的，然后呢我一看到我就很喜欢了，然后他说哎可以分盆了，他昨天分了一下送给我。还有这一颗，这个是雷利亚兰婆婆，这个也是一个浅紫色的，也很漂亮的。你看像这种、哦、你就是掉了这两个梗掉的时候无所谓，你就给它种起来，像它这个方法挺好的，里面根长得也超级好。我最近呢都不买兰花，为什么呢？我都会跟花友交换啊。其实特别是石斛兰、卡特兰、大花卉兰都很好很好繁殖的。如果你周边呢刚好有这样子花友呢，你们真的是可以互相的交换，然后互相的赠送。他也给我，他还送给了我一颗玫瑰花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玫瑰花呢，它有荔枝的香味，很好闻呢。它是这个名字的，它也是扦插而已。等到它开花的时候呢，我再来跟大家分享。这一朵已经谢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这一次收到的礼物，非常感谢神体姐姐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